金刚臂躲过，但是被大山姆这一记肩撞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撞在了地上。 大山姆用自己绝对的力量优势拔起了王涛，随后给他来了一记身体翻摔。大山姆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哇，活生生将王涛给掐了起来，竟然将王涛当沙包一样扔来扔去！我的天哪！果然，统治力骑士就是统治力骑士啊！